遍央北从化区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紧邻河滨公园，还有国道三号、水源快速道路等连外动线，开车十分钟就可以抵达台北市敦南商圈。随着 IKEA 开幕，捷运环状线将开通，加上金赞小碧潭店也渴望在月底开幕，区域房价摆脱四字头，呈现坐五望六的态势。目前央北从化区新推案量不算多，在供给有效控制与房市景气回温下，各案藏普遍都能够顺销。